各位乘客，你们好，欢迎乘坐一路公共汽车。本线路是从火车站开往复兴总站，途经芜湖小学、东门等地。公交文明需要您的参与，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请坐好扶位，前面站是人民南地铁站。 下车的乘客请准备。下一站，人民南地铁站。 The next stop is Renmin South Metro Station. 人民南地铁站到了，此站可换乘地铁9号线。人民南地铁站到了。We are arriving at Renmin South Metro Station. 预计到达下一站还有2分钟，请坐好扶稳。前面站是罗湖小学，下车的乘客请准备。下一站，罗湖小学。The next stop is Luohu Primary School. 学到了，龙湖小学到了。We are arriving at Luohu Primary School. 预计到达下一站还有2分钟，请坐好扶稳。前面站是国贸，下车的乘客请准备。下一站，国贸。 The next stop is 国贸。 站可换乘地铁1号线，国贸到了。We are arriving at 国贸。 预计到达下一站还有6分钟，请坐好扶稳。
前面站是东门，下车的乘客请准备。下一站，东门。The next stop is Dongmen.到了。